看到了这个球迷的画作小李飞刀。李正昌上来要面对第一名打者是三振，打得不错，不过球最后是哇，还是去追打了这个内角的变化球。本场比赛戴佩峰吞下的第二 K， 同时也是李正昌上来投国辉的长打能力。第一同样也吞了两 K， 哎呦，感觉上就好像都已经什么大风大浪都没看过，都看过了。哦，话还没有讲完，三颗球。轮到的是李宗贤，然后计算说他这一次投了使用一个滑球呢，走在外角，果然是滑球 ，KKK 连三 K， 李正昌收下了这场比赛。Hello， 各位粉丝朋友，看完影片后记得点击旁边的图案订阅频道，订阅完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个麦卡贝的精彩影片哦。